大家好，我是平哥。我这个频道之后陆陆续续会拍一些有关素食啊，或者是素食的美食、零食各种开箱，有关素食者的一些问题啊等等的回复的影片。之后也会陆陆续续拍出这一系列的影片，因为我看 YouTube 上面素食的推广也蛮少，我希望可以就是借由影片来推广，更多人能够吃素。那我觉得我自己吃素的原因，主要就是分为这两类，就主要是分为环保跟动物。一方面，你吃素能够让地球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少以外，二方面能够减少动物被杀害的几率。我希望就是大家就是能够去多多的，就是去吃素食。如果就是你一开始刚开始你还是很喜欢吃肉，你可以就是一个月当中挑一天或两天吃素，或者是初一十五的时候吃素，或者是你可能一个礼拜当中，你挑一天或两天来吃素，其慢慢、慢慢累、慢慢的时间，慢慢的过去之后，你会发觉说，就是素食也不会很难吃，你会觉得说，素食就是不会会想象中的，就是都是只是青菜啊，那些的植物啊等等的，对啊。所以，我希望就是大家希望能够透过这支影片，能够知道我现在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。我希望成为一位素食者的 YouTuber，希望如果喜欢我的频，如果喜欢我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把我影片按个赞，分享出去，记得要按小铃铛。我是平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